想看飞类。哦，有机会就玩，好不？我真是玩什么？地图挡住对对了，还好，我觉得还好。这个有延迟，他们看台也没有怎么用，其实一堆后排脚，对啊，一堆后排脚哦。我玩这个中路好可以，玩这只中路觉得如何？粉水肌肉饭，粉水肉，没错，夏天玩水肉，小蝴蝶。我们这场可以杀谁呢？他们都可以哦，对面四只，对面五只，感觉都蛮欠杀的。用来的打拉兹蛮好打的，没错，要躲在冰后面，然后喷水水就行了。我觉得 counter 拉兹的点就是那种长手。知道吗？因为拉兹他很难清兵，你玩莉莉安来，凡跟中路都很好打他，因为你就一直 poke 他，然后他清兵又那么慢，所以他很难受。但是职业场上可以出的出拉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定会配一只安奈特，或是一只就是辅助会帮你中路清兵，他们会速清。水箭龟来喽，水箭龟！哇，我们这场一堆海鲜呢。看前面还有一只章鱼，能杀那章鱼，鲨鱼抓手两只脚了，章鱼。哎呀，抢不到，无情，可以卡一个点位，拿出来，打一套，给个盾，可以，花花，一起喷水。死弯，啊不，啊不，好痛，没差。野哥是一只会回血的角色，哈哈。啊，哭啊！往下走，往下走。调皮，调皮的小可爱。在这里，亮灯给队友看。那这里就离他远一点啊！我们不喜欢虫子啊，我们是熟女。等一下，调皮死一下，然后就拿掉，然后死喽。轰他，就是他，林地。哎呦喂！晕倒，直接开机走，这个普攻。你以为哥没有在看你吗？点他，死去！干那鬼，再直接入蓝。躺着玩，坐着玩，趴着玩，还是越对好玩。耶耶耶耶耶，来喽！让我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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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让我蓝，让我蓝。可以，还不起来蓝。我有假野蓝，滚！队友打太深了，水全部死去，死了。看一下 ，nice， 干！那贵，哎，拔蛋哦，贵，还够怕的呀啦！老板，我现在蓝的胜率好像开直播100%，哇哩嘞去，太强了吧！阿盖可以录这个、哦。下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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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这路完全不一样，拜拜，无情，路过啊，
是啊哟哎呀，嗯，子弟，传说中在秋名山上喷水的男人就是阿盖。我要吃这个，一个蓝经济最高，情何以堪，太强了，知道？不要再说了，没有关系，肆意幻想。他在吃蓝，他在吃红，他在吃红。各位，你们看到这个警讯了吗？他想要吃红，他想要吃红，我不给你吃。这个甲虫已经没有东西了，要加加喽！哇，嘎！加加加，加加加！哇哇哇哇哇！哥，哥，我打一下！不要再狙了，不要再狙了！不要再狙了，再狙点要死了！来，哥，我得冲进去了。嗨，喂，哪里？他蓝要出了，他蓝要出了，兄弟们，他蓝要出了，注意到了吗？他蓝要出喽。魔法没。起，来哦来哦，各位各位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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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他朋友，没有人要点他，哎，我点你很痛，真的不要了，他们中路直接爆裂，中校西路直接拆到中校东，哇，他们放弃了，他们放弃了。几分钟？几分钟结束？七分钟吗？七分钟结束吗？太神了！45%，45%，谢谢我的蓝与众不同。我看一下几分钟结束，7:04结束，45%的这个什么？对英雄伤害 77.8% 的参团率，全队最高。不多说。Hello 各位，我是一颗卤蛋。看到我这个头 ，Oh my God， 完全没有逃吗？是的，今天有一项重大讯息要公布，瑞瑞超人要去当兵了。是的。我知道现在可能地方妹妹、地方弟弟、地方爸爸妈妈可能在那里呼喊不不，对，我听到了所以各位请放心，你们不要觉得我去当兵之后你们就看不到影片了，放心好不好，我已经安排好我的后我的那叫什么后续流程，但 get 说错，我已经把我的影片那些的全部都已经排成好了，所以呢在我进去当兵的这段期间呢，我一样 YouTube 频道继续更新，请告诉你的兄弟兄弟嘎小妹小妹嘎兄弟，这样好像不是这样讲，反正呢就是请告诉你的所有的朋友好不好，瑞瑞超人频道一样会继续更新，而且在我放假回来之后我一样会开直播好不好，然后频道的影片呢就会不停的更新，片师跟Cola 都会在暗中有没有协助我，我在里面就用那个就偷偷控，就在里面控制那个 Cola 有没有？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然后也希望，就怎么说？也希望各位你们可以来支持啦，就是不要说我去当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冷落我，好吗？我很担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我 YouTube 发影片的时候一样来观看，因为那都是我已经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拍好了，然后也都请片师要陆续的进行后制，那封面也都是我亲手自己制作的，我那天赶了十几张哦，做了好几个小时，做了好几个小时的封面图，因为一次要赶十几张的那个封面图，非常非常的忙，我希望你们可以一样来支持我好吗，就不要让我的频道突然就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我从小到大，我看我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看着他。对，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我进去的这两个礼拜，这几个礼哎不是这四个月，这四个月，你们可以一样来我的 YouTube 支持我 ，OK 吗？希望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你们是在下面不停的留言啊，然后是来讨论游戏的内容啊什么的，然后按赞也要记得按，记得每一部影片都要帮我按个赞哦，不要我不在的时候忘记跟你们提醒，然后就忘记了，好不？那今天就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我去当兵了，然后 YouTube 频道继续照常时间更新，每个晚上不是每个晚上，是每两天的六点半一样会更新在我的 YouTube。我们下一见喽，四个月后见，拜。